刚生完 baby， 一通电话直接说 OK， 直接来。他们就是总管就知道，这时候他还没有去那边那个嘛，那个。然后他竟然先来我们湾很大，先来湾很大，哦，湾很大那个。没有，我说你竟然先来湾很大上通告，有森林的，这样是没关系的吗？可以的。啊，这个，没有，我说你来湾很大上通告。妈啦，你们体谅一下。婆婆刚生完 baby， 一通电话直接说 OK， 直接来。因为在湾很大有很多回忆，所以又回来看台。哎、欸，自己说玩很大是不是蛮好玩的？比比果果，对，非常好玩，就是每一集都有不同的回忆。对，其实我们有拥有果果这一段回忆，其实蛮开心的。对，其实因为他那时候是还没有老公小孩，然后他结束之后，因为那一根健身器材，对，然后他就开始公开，然后接着说一连串，一连串。哎，玩很大陪我长大。所以，快陪你成长，赞！哎，不过最近生小孩之后有去开在球赛，你们目前还没有，但是很开心，就是我们的荣幸兄弟总冠军啊，对，耶！哎，这是一定要恭喜的，没错。另外，我就要恭喜的是，因为他们就是总冠军之后，这时候他还没有去那边那个嘛，那个，然后他竟然先来我们湾很大，先来湾很大，哦，对。玩很大那个，没有，我说你既然先来玩很大上通告，哦，有森林的，这样是没关系的吗？可以的。哈，这个，没有，我说你来玩很大上通告。妈妈，你说低头呀，怎么这么低头？妈妈啦，你们体谅一下，他怕你说生完小孩之后要先去工作才是，对，哦，还在恢复中嘛，但是现在球季刚结束。但你其实恢复得很好，就是有带小孩比较辛苦一点，所以就恢复得很好。小朋友叫换你了，对，小朋友叫果酱嘛，对，果酱。如果是下次是男生的话，叫做他说要叫果条，果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听啊！快啊！